举行决定是否留在欧盟的历史性公投，脱欧派获得胜利。英国决定退出欧盟，国际金融市场出现震荡。雅加达政府星期五说，七名印尼船员在菲律宾南部海域遭到绑架。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VOA 卫视新闻，我是平章。英国刚刚举行了决定是否留在欧盟的历史性公投，最终脱欧派获得胜利。面对公投结果，英国各界反响如何？英国脱离欧盟又会对英国乃至世界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今晚将从多角度为您深入解读。欢迎锁定今天6月24日的 VOA 卫视新闻。首先，我们就来关注英国脱欧的消息。英国选民以微弱多数决定退出欧盟，这个结果在英国国内外引发了强烈的反应。首相卡梅伦随即决定引咎辞职，而与此同时，欧盟在非常失望的同时也表示早有准备。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的报道。英国星期四举行历史性的全民公投，赞同英国退出欧盟的选民以52%的微弱优势胜出。这一投票结果是对英国精英阶层意见的否决，也是自从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欧洲一体化过程所遭受的最沉重的打击。公投结果公布之后，英国首相卡梅伦随即做出强烈反应，在表示十分失望的同时，他也表示尊重人民的选择，将引咎辞职。英国人民已经做出了一个非常清楚的抉择，这就是选择一条不同的道路。因此，我认为英国需要新的领导来带领国家走那条道路。我会竭尽全力履行首相职责，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里，保证英国这条船平稳行驶。但我不认为我适合继续担任船长，将我们的国家引领到一个不同的目的地。卡梅伦首相也向英国人民交代了今后英国政府所要做的事情。在新首相的领导下，英国需要开始跟欧盟谈判。我认为新首相要决定什么时候启动欧盟里斯本条约第50条，开始退出欧盟的正式法律程序。我将在下个星期参加欧盟理事会会议，解释英国人民所做出的抉择以及我自己的决定。英国选民将这次确定国家前途的全民公投视为理所当然。我投票主张英国留在欧盟，但归根结底，这是英国人民投票。我们都会一如既往继续前行，以投票结果为依据，争取在世界上有一个好的表现。英国公投所针对是欧盟，欧盟的最高权力机构欧盟理事会主席图斯克坦诚对英国公投感到失望，但是也表示欧盟早有心理准备。毫无疑问，我们希望看到昨天的公投是另一种结果。我充分认识到目前这一时刻在政治上是多么的严重，甚至富有戏剧性。现在还无法预测这一事件的所有政治后果，尤其是对英国后果如何。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但肯定不需要做出歇斯底里的反应。我希望各位放心，我们也对这种负面的结果早有准备。正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欧盟并不是一个弱不禁风的花架子。英国的公投受到了世界各大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美国之音记者齐志峰华盛顿报道。英国离开欧盟的历史性决定引发了国际市场的震荡。星期五，从东京到欧洲的股市行情因此大跌，而亚洲国家领导人正采取措施控制由此而来的冲击。接下来请看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星期五，亚洲市场在英国脱离欧盟成为现实之后猛跌。香港的恒生指数下跌4%，在股市行情下跌近8%之后，东京不得不停止交易。布隆伯格新闻社估计，东京股市价值因而蒸发了近7000亿美元。货币市场也出现动荡，英镑汇价出现有史以来跌幅最大的下跌，创31年来的新低。韩国政府召开紧急会议，商讨控制英国公投所造成的动荡。日元相对美元升值。外汇市场的稳定是全球经济增长的最关键因素，但目前外汇市场极其紧张。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投资者寻找安全港之际，外汇市场有可能发生最剧烈的震荡。在股市下滑之际，星期五的黄金价格猛涨。我认为经济冲击是有限，所有人都在担心金融动荡，伦敦作为金融中心的地位是否会被打断，对此我深表怀疑。然而市场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被说服。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北京报道。
那么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在英国各界引发了怎样的反响呢？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伦敦特约记者江静玲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情况。静玲你好。哎，平章你好。静玲，公投结果出炉之后，英国各界反响如何？那么另外今天在公投的现场的气氛又如何呢？好的啊，平章，我们刚刚已经听到看到了很多报道啊，我只能说今天啊早上一醒过来啊，这个许多的英国人大家都觉得说哇，这真的是假戏真做，弄假成真。现在可以说，尤其在伦敦这边哈，我们可以感觉到的就是人心惶惶啊，因为就像是威尔斯这个脱欧派的领袖，那么他自己都说哦，我很高兴这个英国已经脱离欧盟，选择脱离欧盟啊，但是也觉得很意外啊。我想他这个大概就是说出了大部分人的心情啊，就是说现在大家觉得说哇，现在这个真的是英国要脱离欧盟了，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要面对这个一大串的未知数啊，以及不确定的前途。所以现在来讲说，虽然那个感觉上是好像那种欢欣跟这个喜悦啊是短暂的，那么当大家冷静下来想说接下来这五年、十五年甚至于更长久，英国会面对什么样的前景啊，这是一个很未知的，所以其实大家是很心慌。但是比较乐观派的人或者是强烈支持这个脱欧派的人是觉得说这是一个机会，那么在这个机会之下呢，大家其实不要那么忧虑啊。在这个时候当然在这个时候也有很多人就说要呼吁，就说这个时候无论如何已经木已成舟，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大家要恢复到一个很冷静的头脑来，怎么样为这个英国在跟欧盟的商谈之间，争取最好的机会，那么现在当然最大的面对的趋势就是说现象，就是说接下来要怎么样来先稳定，这个今天几乎已经要奔腾的各项金融危机，平章。静玲，英国脱欧成真啊，这会引发怎样的连锁效应呢？刚才你也提到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在，那么各方的分析是什么呢？好，我想我们可以看到两个方向啊。第一个方向就是英国的除了经济这一块，我们已经看到它的严重性啊。今天那么希望现在能够赶快把这个大流血可以止住啊，稳定下来状况，因为它的这个震荡其实不只是英国、欧洲，是全球的。那么在政治上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现在可以分两个方向来看啊。平章，第一个就是在这个英国国内啊，我们看到这个卡梅伦他已经辞职了。那么接下来呢，可能英国会举行这个提前大选啊，那么还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当然就是英国是不是会造成这个国土分裂啊？因为这个部分我们看到的就是苏格兰的这个第一部长他已经表示了，就说暗示啊，不排除因为这样的一个苏格兰是全力支持留在欧洲，那么现在几乎在这个投票中被迫要脱离欧洲欧盟啊，所以苏格兰已经不排除啊要再举行这第二次的独立公投。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南北爱的问题啊。那么北爱的和平协定，1997年的协定，会不会因为这一次，因为有边界的问题啊，那么将来未来北爱呢，那属于英国，它将不再是欧盟的国家，而南爱呢，就是爱尔兰共和国，它是欧盟的一员呢。所以这当中，这个北爱的和平协定啊，会不会受到影响？这也是很令人担心。所以这在英国国内的状况。至于在 EU 呢，我们可以看到说 ，EU 少了一个。就是在这个欧盟少了一个成员国以后，那么接下来它的这个影响力，虽然我们刚刚听到这个理事会的主席图斯克说欧盟已经有准备，但是我们知道欧盟的势力面对第一个会员国退出啊，一定会削弱啊，也会造成不稳定，尤其是骨牌效应啊。如果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其他的像今天这个法国已经说了，他们也要举行脱欧公投，极右派人。那么荷兰也说了，所以这样子一个骨牌效应是不是可以撑得下去哦？当然最重要的，我很快最后要说的是说，这过去这半世纪以来哈，欧盟是这个欧洲和平的和安全的支柱，它同时也是世界民主和人权最大的这个输出区域哈。那么如果欧盟现在面对了这么大的不稳定，那么欧盟如果真的崩盘了，对全球民主的未来是怎么样，这是非常非常令人忧心的，屏障。好的，谢谢静玲在伦敦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英国公投决定脱离欧盟，这将对英国经济以及中英中欧的经贸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呢？我们现在连线英国布鲁奈尔大学经济与金融系教授刘韶佳来听听他的分析。刘教授你好。
时候。刘教授，英国这次公投决定脱离欧盟呢，那么选民做出这样的选择，这当中是否也有对经济因素的考量呢？我觉得这些选民的话，目前呢，他们这个所谓选离脱盟呢，主要的考虑就是呢，要把这个自主权夺回来。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把治理国家的这个决定的这个权利要回来。那么，我跟过很多的一些所谓要投脱欧的这些人谈过话，也聊过天，基本上他们的这个意见都非常一致，就是呢，我们要治理自己，管理自己，而不需要呢欧盟来这个管我们。嗯，那么对于经济的后果，基本上这些我们说所谓这些投脱欧的人啊，基本上没有什么考虑。啊，你可能注意到这个脱欧的一些有趣的现象。真正呢要主张脱欧是在那些比较穷的地方，比如我们说英国的中部、英国的西北部、英国的东部，这些都是呢比较穷、比较落后的地方，而且这些地方呢，他们受欧盟的贫困金的这个补贴和支持也是拿的最多的。而这些人呢，养了他们那么多年，却呢投了这个脱欧的票，这个很有意思。而真正呢要投这个，我们说要这个保留在这个欧共同体里面呢，确实主要是在一些精英的或者中产阶级比较集中的地方，比如在伦敦、在牛津、在剑桥等这些地方，反而都是支持的。所以这是应该说是穷人战胜了中产阶级吧。那么刘教授，英国脱离欧盟会对英国的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呢？您的分析是什么？我觉得其实来讲呢，大家都比较担心英国的经济会受到很大的负面冲击。那么我个人的理解是杞人忧天。第一呢，即使呢今天大家所观察到的这个英镑贬值已经贬了据说10%，那么就让它贬吧，也可能是一次性调整，调整的贬了10%，其实对英国的经济呢是有正面促进作用的。为什么呢？第一，那出口竞争力会增加，整体的出口价格会下降，那么会带动更多的出口。第二，对这些游客更有吸引力，因为英国的这些消费变便宜了，同时这个对它的资产的这个投资也会有吸引力。为什么？因为的资产相对又变便宜了。当然了，你会说这个也有通货膨胀的影响，但是呢，即使是有通货膨胀影响，也是一次性的。那么同时呢，现在我们说这个世界只有产能过剩，比如中国很多产能过剩，即使哪个人他说我要求你这个涨价，因为你这个贬值了，我觉得世界上不缺现在这个生产供应商，很快就会有新的供应商填补进来，而且呢不用加价的这种方法填补进来。所以我对通货膨胀这种影响呢，它是有影响，但是呢却可以忽略不计。刘教授，今天的这个公投结果出来之后，我们不仅仅是看到英镑汇率降至了30年来的最低点，我们还看到亚洲的股市也应声下跌，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那么更长远来看，英国脱欧会对世界经济产生怎样的影响呢？其实来讲呢，对这个金融市场的震荡我觉得非常好理解，因为呢很多人就这个在金融市场里边呢就是靠体裁来什么呢，来这个争取这个利润的，因为这个体裁它才能这个去买这个short， 我们叫去买这个，比如买股票跌，英镑跌，那么没这个体裁它就没有办法去买跌，那么它买了跌以后呢它就会挣钱。所以呢这是正常的，有这么一个大事情，世界上有这么一个大事情发生，那么这些专门在股市上做投资的这些投资专家呢，他们肯定呢要制造一些动荡，通过动荡呢来这个获取收益。那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一种典型的所谓的这种投资反应。但是呢，如果这个一旦这个消息宣布固定以后，慢慢慢慢它就恢复到正常，那么该赚钱也该赚了，那么这个震荡也震荡过了，那么一切呢都会恢复到正常的水平。那么我们说这就股市是很正常，所以不用大惊小怪。嗯，那么你说长远影响的话，我觉得的话可能长远影响的话，我个人比较乐观。为什么呢？因为英国的这个经济的总体的竞争力会提高，特别是它的金融业会提高。为什么呢？大家知道为什么这次欧盟这个被人家这个抛弃了？因为这个本身呢，有一部分相当一部分原因应该怪欧盟本身。刚刚我听了你们前面的这个评论说这个民主受到影响，其实欧盟它并不是一个民主产生的东西，大家对它没有选举权，
而且它是个非常官僚的机构，它并不对全欧洲的所有的欧洲的这个选民负责，它对这欧盟的这个机构负责，所以它做的事情都有时候是很莫名其妙的，而且欧盟呢整天没事干就在想着怎么给市场这个这个引入新的这个法规，新的这个规则，使这个市场充满了这个超多的这种规则，然后呢很没有自由度。所以从这点来讲的话，如果英国脱欧的话呢，它的伦敦的金融市场会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呢有竞争力，吸引呢这个资金来英国的这个金融市场。嗯，所以从长远来讲呢，是一件对竞争力提高有帮助的事情。另外，刘教授，我们知道这个中国和英国以及这个欧盟都有很密切的经贸往来，那么英国脱欧会对中英和中欧的经贸关系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那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你知道这个欧盟现在仍然对中国这个实施高尖端武器禁运或者高科技禁运，仍然这个还在这个保留，所以呢，这个我们说这个英国脱欧以后啊，其实英国呢，他自己是有高科技技术，他一直想出口，但是欧盟不让他出口。那么他有这条，这个欧盟跟他必须要按欧盟的这个规定，因为欧盟是28个国家，28个国家里边可能就有2-3个国家生产高尖端的东西。那么有其他国家，出于各种原因，就是不出货给中国。那么现在英国脱欧了，他就不受这个条约制约了。那他要出口什么东西，那他自己决定。比如他觉得他这些高尖端武器他可以出口给中国，或者高尖端的科学技术可以出口给中国，他就出口。那么他一直是想出口，他知道这东西的话，你进越进将来就越没价值，因为中国他自己发明创造了以后就不需要你了，所以趁现在还能卖几个钱赶快卖。但是呢，这只有自己生产高尖端的国家他才会有这种比较切合实际的想法。那么他由于受到欧盟制约，他不能出口，所以他现在可以出口。所以我们说这个中国和这个英国的贸易关系，我觉得会提升。为什么呢？因为英国它可以出口更加东西给中国，同时中国也可以跟这个英国呢制定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嗯，好的，谢谢。就是这个，嗯，好的，谢谢刘少佳教授在英国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那么英国选民用选票决定脱离欧盟，这个历史性的转变将对东亚和美国造成怎样的影响呢？美国之音记者艾德采访了经济学家谢国忠，我们一起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这当然会重挫东亚地区，东亚是一个生产和出口导向的经济体，如果全球化的趋势逆转，这个区域就会遭受损失。如果东亚地区受损，商品问题会特别凸显出来，对俄罗斯、拉美等国家造成严重打击，长期影响非常巨大。如果欧洲不采取步骤，全世界都会遭到重创。美国的情况显然比较好，因为它不像东亚一样依赖出口，但是美国和欧洲的贸易量依然庞大，达到 GDP 的10%，这不是对美国造成影响的。总体来说，美国受到欧洲震荡影响的幅度可能小于其他地区。另外，香港智毅东方证券执行总裁蔺长燕针对英国脱欧对伦敦和香港的影响也提出了分析，我们一起来听一下。What do you see in the long term? It will damage EU, no doubt about that. 这绝对会伤害欧盟，当然也会伤害英国。如果英国不是欧盟的一份子，那么大多数金融公司就会将他们的欧洲总部撤离伦敦。就香港来说，这是一个中国概念的市场，除了少数几家公司之外，大部分的公司并没有许多在英国的投资，所以理论上来说，他们不会像中国内地的银行、保险公司、各种工业公司那样受到冲击。等恒生指数下挫1000点，就是投资人买进的时机了。经济学家谢国忠指出，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全球如何采取一致的步伐进行经济改革。我认为政府需要接受一个现实，就是经济增长的问题是出于经济结构的原因，而不是缺少振兴政策。零利率或者是负利率都无法奏效。
所以必须要改革。问题是现在全世界紧密连接，一个国家的改革恐怕不足以解决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全球同步采取行动。这就是为什么非常困难的原因，所以大家都依赖财政刺激方案。我们目前所处的泡沫就是这个原因。So here we are in another big debt bubble. It's because of that. 那么有关英国脱欧的影响，我们就带您关注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We do not recognize. What if he does it political wise? That's not my job.在做一个平衡，做一个反弹，做一个结果，而非两个。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VOA 卫视新闻。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今天闭幕，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也将结束对乌兹别克斯坦的访问。接下来，俄罗斯总统普京明天将开始访问中国。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白桦，来介绍一下有关的最新进展。白桦，你好。平常你好。白桦，这次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焦点议题是吸收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组织。那么上合组织的扩充未来将产生哪些影响呢？另外，我们知道习近平昨天会见了印度总理莫迪，那么两个人在会晤时都讨论了哪些议题呢？对，我想说，上海合作组织这个峰会呢，今天已经这个闭幕了，刚闭幕，而且通过这个塔什干的这个联合宣言。那么对英国退出欧盟这个最新的这个消息呢，上合组织暂时还没有这个反应。但是呢，一些俄罗斯学者他们认为呢，如果英国退出欧盟呢，会对这个欧盟带来很大的未来带来很大的挑战。那么相对来讲呢，也对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呢会有一个带来一个这个机会。那么就是说这个以中国和俄罗斯所主导的这个组织可以这个挑战这个西方这个主导这国际秩序。至于说这个印度和巴基斯坦加入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呢，的确是这次峰会的一个这个焦点议题。那么呢，这两个国家加入上合组织这个程序呢，现在已经基本完成了。在明年在哈萨克斯坦首都这个阿斯塔纳举行的下一届上合组织的峰会上呢，这两个国家呢会成为上合组织的这个正式成员。当然，随着这个印巴两国的这个加入啊，上合组织未来也会发生很多的变化。比方说，现在很多批评人士认为呢，上合组织是一个这个侵犯人权国家的俱乐部，或者是由这个独裁和专制国家所组成的。那么印度呢，一般被认为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民主国家，所以说随着印度的加入呢，这个上合组织这个形象会得到改善。另外呢，又因为现在这个上合组织是由这个中国同俄罗斯这个主导，那么上合组织的这个反西方和反美的这个倾向呢非常严重。如果说随着印度的加入的话呢，那么印度在这方面会非常的克制，那么就是说这个反西方和反美这个方面的这个动作呢会这个缓和一些。当然呢，随着印度的加入呢，印度同中国的复杂关系，印巴的矛盾呢也会带入到这个上合组织内部。这可以从这个昨天习近平同莫迪这个会晤当中呢体现出来。那么习近平同莫迪的会晤当中呢，除了这一些客套话之外呢，莫迪主要想同这个习近平讨论的一个主要话题就是，那么昨天在这个韩国首都首尔召开的这个和供应国这个俱乐部的一个大会，那么呢，中国是几十个国家当中唯一一个反对印度加入和供应国俱乐部的俱乐部的国家。中国为什么反对呢？是因为中国怕印度加入之后呢，这个封杀巴基斯坦这个加入这个和供应国俱乐部。所以说呢，莫迪在同这个习近平的会晤当中呢，一直想这个说服中国呢，那么给印度开这个绿灯。所以说可以看到，就是说中国同这个印度的这个复杂关系。平常，另外白桦，这是习近平2013年以来再次访问乌兹别克斯坦。那么乌兹别克斯坦为何在中国的中亚外交当中如此重要？另外，这次访问当中都有哪些趣闻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对，乌兹别克斯坦是其实是在地理上是在这个中亚这个心脏地带，而且乌兹别克斯坦它除了从这个阿富汗相接壤之外呢，它几乎同这个中亚的所有其他国家都接壤。另外呢，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个人口数量呢，相当于这个整个中亚地区人口数量的一半。所以说呢，从新疆啊这个稳定这个角度来考虑呢，中国认为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非常非常重要。另外呢，阿富汗呢其实由这个三个主要这个民族所组成。那么其中的一个民族就是这个乌兹别克族。所以说呢，乌兹别克斯坦对这个阿富汗，特别是阿富汗北部地区这个局势影响啊非常非常大。那么就是说，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稳定呢，涉及到这整个中亚地区的稳定。那么接下来呢，就涉及到这个新疆的局势，所以说呢，这是对中国非常非常重要。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乌兹别克斯坦几乎处在中亚地区这个十字路口上，所以说这个从这个土库曼斯坦到中国新疆这个几乎所有的这个天然气管道呢，全部都是通过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就是从这个能源供应这个角度呢，对中国来说也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有趣的趣闻就是说这次习近平去乌兹别克斯坦访问呢，受到当地的很热情的这个接待。那么呢，这次中国第一夫人彭丽媛呢，也同习近平一起访问，而且受到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个第一夫人塔吉亚纳卡里莫娃她的这个亲自的接待。那么中国官方媒体上呢，发表了很多这个照片，包括两国的第一夫人呢，在一起这个互动交流，一起共同参观在这个塔什干的这个孔子学院，有很多照片在中国国内。但是呢，在乌兹别克斯坦呢，乌兹别克斯坦第一夫人呢，他们这个非常非常神秘，几乎这个非常难见到这个第一夫人的这个照片和他公开活动的这些情况。但是呢，一些这个关注这个乌兹别克斯坦这个分析人士，他们认为呢，就是说，这个乌兹别克第一夫人呢，在乌兹别克政坛上呢有这个巨大的影响。那么几乎这个总统卡里莫夫一些大事呢都必须同他这个商量。那么这个第一夫人有时甚至这个决定就是说在这个特赦名单上赦免谁，甚至这个处决谁。所以说这可以说这次习近平访问乌兹别克当中一个有趣的这个新闻。嗯，另外白话俄罗斯。俄罗斯总统普京呢，明天要开始访问中国。那么，俄罗斯普京访问华期间呢，习近平是否会请求他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提供支持？那么，两个人将讨论哪些焦点议题呢？对，从现在双方的公开报道来看呢，现在这个还没有把这个南中国海问题呢提到这个主要的这个议事日程，在普京这次访华当中。那么呢，在几天前呢，俄罗斯驻中国大使金里佐夫呢，他有一个对媒体的这个采访，他当中呢提到这个特别提到这个南中国海问题。金里佐夫当时他批评，就是说这个地区之外的这个势力呢不应该介入南中国海。当然他没点名批评是美国，但是呢他同时也强调呢，说俄罗斯在这个南中国海问题上呢不会支持中国，不会这个倒向中国。因为呢，在南中国海这个争执当中呢，所参与的争执这个国家呢都是俄罗斯的友邦。所以说呢，俄罗斯主张呢通过这个和平谈判的这个手段呢来解决这个南中国海的问题。当然俄罗斯通常他说的一套有时做的是另外一套，具体俄罗斯如何这个行动呢，还得看他俄罗斯这个具体的这个行动。普京这次访华的一个特点就是说带去的这个代表团阵容啊是非常非常的庞大。比方说代表团成员包括这个总统办公厅主任伊万诺夫，通常是被认为是俄罗斯的一个非常主要的一个鹰派人物，也是普京的这个主要亲信。另外还包括五名这个政府的副总理，一大批的政府的部长，还有这个一些企业的主管。这次普京去中国的一个焦点议题呢，一个是能源，另外一个呢就是协调双方呢在这个国际场合如何进一步互动，特别是在这个联合国、在这个上海合作组织、在这个金砖国家集团这个范围内呢，如何这个共同互动。所以说呢，这个今天这个最新消息就是说英国脱离这个欧盟，对欧盟未来这个统一呢构成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所以说呢，这可以说也给这个中俄之间呢
进一步互动挑战西方这个秩序呢，提供了一个很大的机会。我想可能也是这个普京同习近平所讨论的一个话题。平章，好的，谢谢白桦在莫斯科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2届会议呢，目前正在日内瓦召开。中国人权律师郭飞雄的妻子张青于6月23日透过人权团体向大会发表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关注仍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的郭飞雄的处境。我们现在就连线张青女士来谈谈她的想法。张女士，你好。你好。那么您这次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32届会议发表的这份声明，主要表达了哪些诉求呢？这个主要是表达了这个希望这个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和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他们能够公开的大声的呼吁这个郭飞雄的案子，然后当然也有这个中国的这个所有的人权的现在的倒退的这种状态，然后呢就是呼吁这个希望他们能呼吁让中国政府让郭飞雄能够这个释放郭飞雄，能够以便于得到这个外部的独立的这个医疗，避免他成为这个因为在监狱之中缺少医疗成为第二个逃生力。嗯，这就是我们这个呼吁。对。嗯，张静女士，我们知道您此前也曾经有致信给这个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那么那些信是否有收到回音呢？目前为止。对，我们有收到，他有从 email 跟我们有回信，他就是说他们是在做一些努力，他这样说了。对。那么如今一些人权团体和活动人士在质疑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越来越多的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那么在推动中国的人权事业上一些问题上行动力不足，那么您是否也有这方面的担忧呢？是，的确是有这样的担忧。我跟这个联合国这个人权高级专员写了两封信，当然他是有说他们在做努力，但是呢这一次的这个这个人权的会议就是在6月13号召开的会议上，这个高级专员是有发言的。因为我是非常留心这个，看到他的这个发言里面是呼吁这个中国政府能够释放所有的政治犯，当然我们很欢迎他有这样的发言，但是呢他就郭飞雄的案子来讲的话，他是没有直接提到郭飞雄的案子。对，我认为这个可能跟他们受到一定的压力也有关系。那么张青女士，郭飞雄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呢？您有所了解吗？对，他现在身体状况就是因为在监狱里面这个遭受侮辱，然后遭受持续性的侮辱以后呢，他现在在开始他已经绝食46天，他的身体状况是很糟糕。但是呢，他的姐姐在上个星期的时候要求会见，在那里等了3天的时间，都没有给他直接见到他的本人，所以呢，这个对他的这种身体的具体的状况，我们还不了解，不是说了解的特别的细致。只是说他体重估计是降到了100几斤的样子，但是呢，这个说这个的时候吧，还是更早一点的时候，所以呢，现在的状况我们还不晓得。当时的时候，我们监狱方不给他的姐姐见他，我相信一个原因就是说他的状况比较差，他不想让他的姐姐看到了以后。然后把这些他的身体的这种比较恶劣的状况告诉给公众，所以我们对他的这个身体的状况是非常的担忧，很希望这个国际社会这个媒体能够多多的报道这件事情，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一个案子，而且很有代表性，并且呢就是非常的这个紧急的一种状态，这种我们是非常的希望他能够得到独立的医疗，因为在监狱里面他得不到独立的医疗，而且被当局利用这种医疗的机会来这个进一步的加害他，进一步的伤害他和侮辱他。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郭飞雄在狱中的情况。谢谢张青女士在美国德克萨斯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一个反思中国文化大革命发动50年的国际研讨会今天在洛杉矶开幕。我们现在连线在那里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方斌，请他来介绍有关的情况。方斌你好。你好。方斌，从5月中旬以来我们已经报道过许多反思文革的活动了，那么这个研讨会与其他活动有什么不同，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好的，首先呢，这个它是一个学术研讨会，所以它强调呢是对文革作为一个这个学术来进行研究，所以与会的呢都是来自这个许多都是来自那个学校的那个教授啊，或者是博士生啊等等的一些学者。那他们来呢就是必须得提交一篇论文，所以呢这到这个会上呢来发表他们的论文。总共呢这个会上呢就收到了这个将近50篇的论文。那么这个学术性是非常强的，这是一个特点。那么第二个特点呢，这次研讨会呢体现了一个民间研究文革的承上启下的这么一个特点，这个有一批的这个80后的文革研究者呢，在这个研讨会当中呢这个涌现出来。那么第一天第一场呢就安排了5位80后的学者呢来发表他们的论文，其中有2位呢是来自中国大陆那个复旦大学历史系的，还有一位呢是美国的，还有一位是澳门的。那么这一次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次的这个研讨会呢也是海内外研究文革的这个华裔学者的一次大集结，可以这么说。那么研究会的组织者呢宋永毅昨天我们对他进行了采访，他告诉美国之音呢，他说大约有50多位呢来自中国大陆、日本、德国、香港、澳门的学者呢来参加这次会议。那么他呢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大家作为华裔学者觉得，就是说既然中国政府他不允许国内的中国人研究，国内的中国学者在那儿研究，那我们海外的华裔学者，我们身处一个学术自由的世界，那我们就责无旁贷，我们应当扛起这个责任，在海外呢开这样一个会议，一方面是要推动这个学科研究，另一方面当然也是要保存我们这个民族的集体记忆，要揭示这个历史真相。这次这个邀请的国内的方斌，据说原定邀请的一些大陆学者未能成行，那么原因是什么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纪念文革40周年的这个研讨会，那么当时呢所有受邀请大陆学者呢几乎是全军覆没，全部都被当局拦阻。那么这一次组织者呢就接受了上一次的教训，就非常的小心呢来保密，不看到他们人抵达美国呢不对外宣布究竟邀请了谁。但是呢据我知道现在仍然至少有3位学者呢被当局阻拦不能成行，而他们不能成行的主要的原因是当局从他们的电子邮件里面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其中呢就包括了上海大学历史系的朱学勤教授。那宋永毅介绍说呢，10年前纪念文革40周年的时候，朱学勤教授呢就被阻拦，而50周年的时候呢他还是来不了。宋永毅呢是这样说的，从系里一直谈话谈到校长，那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现在就是有关部门通知我们，就是不允许你到海外去参加文革研究的讨论会，而且呢这个话还给你了，说你就是坚持想去你也是出不了这个飞机场的。这个情况呢就是现在我们知道呢已经来到这个洛杉矶向这个会议报道的
来自中国大陆的学者呢有八个人，但是他们大部分呢都是通过其他的途径，并不是以这个来参加这次会议的名义，来到美国，或者呢就是早先就已经在美国了的。平常。另外方斌能否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研讨会的阵容和议程呢？好的，研讨会呢总共举行两天半，那么其中呢这个有这个关于这个文革的新理论、新发现、新探索的这个主题，还有呢就是对毛怎么发动文革当中的造反派的暴力行为和那个军队的这个研讨，还有呢对这个文革研究的再研究、反思的再反思。会上呢总共会发表38篇论文，那么还有8篇论文呢这个他们不能来，其中也包括了像被阻的朱学勤，所以他们呢就进行书面发言。那么全部的这个内容呢，明镜出版社呢年底前将出版上下两册100万字的文集。平章。好的，谢谢方斌在洛杉矶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VOA 卫视新闻。中国营救人员周五开始在江苏省盐城市搜救龙卷风和强冰雹袭击后生还的幸存者。据最新统计，这次龙卷风灾害是中国近几年来最严重的一次极端天气，造成近98人死亡，近800人受伤，当地的建筑、树木和车辆也大规模受损。来自北京的医疗队已经赶往灾区，同时运来的还有帐篷和其他的紧急供应品，当地的学校被用作临时庇护所。美国国会星期四就活体器官摘取举行联合听证会，听证会两名主席都呼吁中国停止摘取良心犯的器官。在此之前，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决议案敦促中国停止这一做法。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国会记者张佩芝和常晓的采访报道。美国国会外交事务委员会非洲和全球人权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史密斯和外交事务委员会新兴威胁小组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罗拉巴克星期四就器官走私和活体器官摘取举行联合听证会，并把重点放在中国当局摘取良心犯和死刑犯器官问题上。出席听证会的证人包括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美国调查记者伊森·葛特曼、哈佛医学院外科教授弗兰西斯·德尔摩尼科和全球退党服务中心发言人李祥春。麦塔斯、葛特曼和加拿大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在听证会前一天才发布了一份长达800多页关于中国当局强摘良心犯身体器官的调查报告。麦塔斯在听证会上对国会议员表示，他们过去已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为了摘取器官大规模屠杀无辜，除了法轮功学员之外，还包括维吾尔人、西藏人和部分家庭教会基督徒。他们在公布的最新报告中表示，他们发现中国实际器官移植数量远远超过中国官方所说的1年1万例。 What is the volume of...当我们把所有在医院和器官移植中心进行的器官移植手术加起来的数目是什么呢？与其说是官方说的1年1万例，我们预计范围在6万到10万之间，比较有可能是接近10万。
麦塔斯说，这样的差距让他们得出结论，那就是中国当局为了强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而屠杀法轮功学员的人数比之前预计的要高。美国国会众议院本月才通过343号决议案，敦促中国停止强摘良心犯器官，并停止对法轮功持续17年的迫害。该决议案要求美国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报告关于贯彻禁止向涉及强制移植器官和人体组织的中国和其他国家人员发放美国签证的情况。听证会主席罗拉巴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明这个决议案的目的。我希望我们能向每个人重申必须小心看待任何一种形式的器官移植。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这不但是不道德的赚钱方式，还是压制人民的方式。听证会另外一名主席共和党议员史密斯则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必须立刻停止强摘良心犯器官的做法。Organ trafficking is barbaric.器官走私是很野蛮的，很像纳粹政权的做法。目前在世界很多地区都在发生，尤其是在中国。中国军方人员通过处死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摘取他们的器官，赚取巨额资金，这必须停止。我们必须暴露这样的现象。史密斯议员表示，中国没有透明度可言，所以必须让这些良心犯的处境公诸于世。我不能想象你原本在监狱里，但明早八点，你的胰脏或肝脏就会被摘走，然后你就被处决。这是纳粹以前的做法，而中国共产党目前正这么做。针对美国国会343号决议案，中国表示美国国会的说法是无端指责，活体器官摘除的指控是捏造。中国官员并表示法轮功反对中国，敦促美国国会不要支持法轮功。美国之音国会记者张佩芝、常晓报道。台湾总统蔡英文6月24日启程出访巴拿马，途中首先抵达美国城市迈阿密做短暂停留。而与此同时，台海两岸的政府目前依然处于零互动的状态。就此，美国之音 VOA 卫视在6月22日独家专访了即将接待蔡英文总统过境的美国在台协会主席柏瑞光大使，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对于目前的两岸局势的看法。This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both sides, for both Beijing and Taipei. 这段时期，就北京和台北密切观察对方的行动和言论而言，对双方都是很重要的时期。我想，我不会预测蔡英文明天或者一个月后具体会说些什么，我也不知道他会说些什么。但是我认为，北京和台北保持开放的心态，保持沟通是很重要的。在马英九上台后，我们美国很珍视的一点就是两岸恢复了定期的沟通。如果两岸在对话，如果他们有交流，这就意味着误传、误会、误判都可以避免。而缺乏沟通是令我们在陈水扁时期有时会感到紧张的事情。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不失去沟通很重要。我希望北京也理解这一点，愿意继续沟通，因为没有持续的沟通，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什么事情也都无法继续。If the two sides have that kind of are talking to each other, if they have that communication, that means that miscommunication. 雅加达政府星期五说，七名印尼船员在菲律宾南部海域遭到绑架。最近，在印尼和菲律宾之间的海域发生了一系列的绑架事件。印尼官员说，一艘拖船星期一在苏禄海行驶途中，七名船员被一伙武装分子绑架。印尼政府将尽力争取人质获释。雅加达还不能证实绑架者是否索要赎金，也不清楚绑架者是不是菲律宾南部激进组织阿布沙耶夫的成员。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出现僵局，对奥巴马总统争取推迟驱逐非法移民的计划来说，这是一个挫折。一个关于全面改革移民法的议案在国会无法获得通过，奥巴马试图用行政命令制定一个新的移民政策，但是下级法院对此予以否决。星期四，最高法院对这个案子进行表决，结果是4-4，奥巴马的方案还是无法进一步的推动。奥巴马表示，虽然这一裁决会给生活在美国的守法移民蒙上阴影，但他们暂时不用担心会被驱逐出境。民主党议员约翰·路易斯和其他民主党众议员们结束了未通过枪支控制议案而在众议院议事厅举行的将近26个小时的静坐。
当这些议员星期四下午走出国会山的时候，受到了100多支持枪支控制权的人们的欢呼。众院多数派共和党议员们没有回应民主党议员的要求。星期四上午，众院表决通过休会到7月5日，随后议事厅的摄像机和麦克风都被关掉。民主党议员通过个人手机把抗议活动录像送到了社交网站上，非盈利电视台 C-SPAN 也播放了有关的视频。佛罗里达枪击案重新点燃了美国关于枪支管理的辩论。尽管国会没有给政府卫生机构拨出资金用于研究枪支暴力问题，但是私营机构却帮助议员们了解问题。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在奥兰多，越来越多的人点燃蜡烛，对死难者表示哀悼。而在华盛顿，还需要更多的人投票支持枪支管控立法。国会参议员投票驳回了总共4项提案，这些提案旨在阻止可疑的极端分子获得枪支，以及对购枪者实行强制性的背景调查。而因为共和党议员的反对，众议院休会前没有表决。假如每天都摔飞机，人们肯定会有所行动，但出于政治原因，人们对枪支却拿不出同样的行动。在美国，每年有3万人死于枪支暴力。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记录这些数字，但仅此为止。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香农弗拉塔罗利通过 Skype 说，疾病控制中心对预防伤害有研究资金，但是他们自己没有用于枪支暴力预防的研究。专家们说，国会没有把枪支暴力作为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来对待。尽管大规模枪支事件引起公众广泛注意，但是这些重大事件的死难者只是死于枪支暴力人数的冰山一角。绝大部分枪支暴力都是我们认识的人犯下的。每次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之后，武器的销售会猛增。昨天来我们店里买枪的人数很多，他们买枪的首要原因是保护自己。我们知道在家里有武器唾手可得是一件大事，会给你带来更多风险。事实证明，最有可能用你的枪支伤害你的人，要么是你自己，要么是认识你的人。有人持枪闯入你家的几率远比所想象的要低得多。专家们说，在关于枪支暴力和拥有枪支的关系，以及如何使枪支更加安全的问题上，他们需要更多的信息。他们已经知道的一件事是，谁最有可能用枪杀人。关于谁会犯枪支暴力罪，最佳的预测指标之一是哪些人有暴力犯罪历史。弗拉塔罗里说，这包括虐待自己配偶的人。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华盛顿报道。叙利亚出生的穆罕默德·凯鲁拉赫自称是一名碰巧是穆斯林的美国镇长。他在新泽西州的公园镇已经做了3届镇长。他认为自己的经验告诉人们，不应该凭借族裔和宗教来决定谁来担任镇长。以下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拉蒙·泰勒的报道。叙利亚出生的穆罕默德·凯鲁拉赫1991年在新泽西的这座小镇定居，当时他只有16岁，根本没有想到日后他会成为这里的镇长。不过有一天，他看到了某件事，暗示了他的未来。我记得走进本地的高中，看到有个政治标语牌，上面有个阿拉伯名字，我当时简直惊呆了。2001年，在成为美国公民一年后，他竞选公职。他说，他的穆斯林信仰对选民来说从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虽然我们不同，但我们并不从宗教或族裔角度出发彼此攻击。我们的族裔属于我们自己，属于我们家人，属于跟我们一起长大的人。我们的宗教归于敬拜场所之内，这是宗教的归属。他说，对他来说，宗教提供了一个道德基础。在管理镇子的时候，我不把我的宗教强加于人，但我的宗教强加给我的是我行动时的道德价值观。跟美国其他地方一样，普罗斯派克公园也处在选举季节。镇议会的6个席位有2个在该选区。除了走街拜票，凯鲁拉赫还花时间给居民打电话，或者通过社交媒体与社区互动。凯鲁拉赫之前做过教师，那些知道他的人描述说，他是一位顾家的人。他很镇定，我必须要说，看到他就想到我爸，总是带着尊敬跟我们讲话。
凯鲁拉赫对他三个孩子的目标是，他们将来能够为这个世界带来积极的改变。他寄予那些担任或有志担任领袖的人说，人性比族裔或宗教信仰更为重要。美国之音拉蒙泰勒，新泽西州普罗斯派克公园报道。休斯顿最近举行了动漫展，请看美国之音记者弗莱库斯从休斯顿发来的报道。在他们的妆容之下，角色扮演者们都是普通人，他们只是有时候变得不同寻常。你穿上那些衣服，你就进入了一个新的角色，那一天你有机会成为别人。有时候角色扮演者们购买服装和面具，但是他们大多数人自己制作装备，还经常在动漫展这类活动中参加比赛，例如 Comic Palooza， 这是一个展示包括动漫书、科幻小说、奇幻书籍还有游戏等不同类别的大会。他们真的得以展示不同类型的技艺，那里面包含了他们很多的自豪感，还有一些人的专业才干。我们属于一群皮革技师团队，我们在一名皮革师傅领导下工作，你在这儿看到的所有东西我们都参与制作。尽管很多角色扮演者看起来似乎都是外向性格，很享受在公开场合进行展示，还是有不少人是内向的，面具或是将脸盖上的妆容让他们更安心。吉姆是其中一个自称内向性格的人，他从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来到动漫展。这帮助我社交，真的帮助我很多。吉姆说，他经常向他遇到的可能正忍受害羞之苦的年轻人推荐这个活动，因为他们可能和我一样内向，所以我在帮助他们走出来，与人交谈社交。角色扮演帮助这名主角找到了美人，不过对大多数玩家来说，只要穿上戏服就很刺激了。走出你的生活，成为一个新人，真的很令人兴奋。现在全世界都有角色扮演活动，每年在日本的世界角色扮演峰会上都会举行一场国际大赛。美国之音弗莱库斯，休斯敦报道。接下来又到了 OMG 美语时间，今天白杰要跟我们聊一件尴尬事儿，那就是跟朋友出去没带钱。大家好，欢迎来到 OMG 美语，我是白杰。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的粉丝两爽 Royal 提的话题，就是跟朋友出去没带钱。 Klutz 搬手搬脚的人。 Spot me 帮我垫上。 Oh my gosh, I totally forgot my wallet at home. Could you spot me for dinner this time?我的天，我真是笨手笨脚的，我把钱包放在家了，这顿饭钱能不能帮我垫上？ Sure, no problem, I've been there. You can pay me back some other time. 当然没问题，我也干过那样的事。你有机会回我吧。 Don't mention it. 没关系。 Thank you so much. I'm so embarrassed. I never forget my wallet.太谢谢了，我真是不好意思，我从来没忘过带钱包。 Don't mention it, it's no big deal. 没关系，没有什么。 Pick up the check. 付钱。 When can I pay you back? 我什么时候回你钱呢？ How about this? You can just pick up the check the next time you and I grab dinner. 要不这样吧，下次咱们吃饭的时候你付钱。 Okay, sounds good. 好主意。好，请评论告诉我， Have you ever been the klutz to forget your wallet at home when you go out to dinner with your friends? Who was the friend who spotted you? Tell them thank you on Weibo. Write a comment and tell me. Okay, bye. 我是宁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 VOA 卫视新闻，感谢您的收看。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看法，欢迎您发送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voasinwin@gmail.com。也请您不要走开，继续收看由宁馨为您主持的焦点对话。我是平章，我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祝您晚安。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6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两个话题是英国公投脱欧为何触动统独神经，中国争议事件不断，是否都是外部势力在惹祸。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先生，中天新闻华盛顿特派员张国华先生，专栏作家时事评论人士曹长青先生，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让我们首先把目光转向欧洲的风暴眼英国。英国昨天通过全民公投决定离开欧盟，震动全球，这个结果对英国和全世界都将产生深远的影响，预计将引发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方面的骨牌效应。有人认为公投将国家重大决策交由全民决定，是彻底解决悬而未决议题的最佳的方式，也有人说公投激化对立，加剧分裂，是不负责任的政治操弄。那么英国的公投给国际社会留下了什么样的启发和经验？对中国来说，公投有没有值得借鉴之处？对照世界各地的统独公投，会不会有那么一天中国也会接受以公投的方式来决定一个地区的去留？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好，首先我想请各位来简单的短评一下，对于英国这次公投决定离开欧盟，这个结果当然让全世界都感到有些意外。那么此前大部分分析人士呢，认为英国将选择留在欧盟。那么我想听听各位的看法，就是这次公投结果对于英国和世界将产生什么样的深远的影响。那么首先请杨建立先生来分析一下。对，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因为我常去欧洲尤其是希腊这个金融危机发生以后，我当时就断言欧盟是处在一个解体的趋势上，一定会出现这个事情。像英国的自由主义传统和欧盟畅行的左倾民粹主义，这个是不和谐的，这有很大很大的问题。仔细分析来，当然有很多问题，是没办法的，这个永远的在一起，所以分家是迟早的事情。有一个谚语，大家说鞋子合适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我记得习近平也讲过这句话，而这句话的社会意义就在于你要有对重大的公共议题进行公投。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表达出来民众的真正的意愿，我觉得这个意义是非常深远的。而且不仅仅是英国，未来的欧盟的其他国家也会这个处在这个分的趋势之上。好了，听听曹恒基先生的看法。我觉得这是欧盟这次公投的这个英国公投结果，我觉得是我非常高兴的。我说这个虽然事先全球的左翼的媒体都认为可能是留欧派占上风，民调也是，但为什么跌破眼镜？我觉得就是说他们没有了解英国的传统。刚才建立强调的英国那个人民权利至上的洛克提出三大权利那个传统。第二个，英国人们本身处的那国家，他们这个接受欧盟的领导，欧洲的议会没有经过选举啊，布鲁塞尔的欧洲总部也没有经过选举啊，英国人们凭什么要接受一个没有经过选举的欧洲议会的指导指挥呢？所以这个主权受到了威胁。另外，经济上每年英国向这个欧盟这个贡献这个116亿美元的这个会费，再加上安全上导致了这个欧盟成员之间的边境的开放，导致了更多的非法移民的涌入，包括恐怖分子可能渗透，这些都是英国人民感同身受的。所以全世界不了解，英国人民自己了解。所以这次公投的结果是人民大众的常识战胜了精英主义，而且也标志着欧盟这个乌托邦的幻想很可能开始破灭，还产生一个多米诺骨牌的效应。下一个捷克就要公投了，公投的结果捷克也可能脱离欧盟，所以这是欧盟这个乌托邦开始这个倒台的一个信号。好的，张国华先生。我觉得在全球都在搞合作化，又从地级社走向高级社，甚至人民公社的时候，现在英国要退社单干，而且成功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情。这个70年代末我在英国留学，这个对英国还算比较了解。事隔16年之后，在这个2005年，我又重回这个英国，发现这个英国不仅没有这个好起来，反而好像更差了。这个建立也在讲，你这些年你去这个欧洲看，感觉就是越来越差，越来越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英国人民最后决定要脱欧，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好的，陈伯公先生。
我觉得公投的形式、公投的过程比公投的结果更重要。不管出现什么结果，在事先都说是势均力敌两派，脱欧与留欧派，那么任何一个结果应该说都不出乎意料。关键是这种公投的形式是什么？它是和平的形式，是人类发展的方向，它代替了历史上其他决定统独的方式，那就是战争、暴力、屠杀和迫害。我们还记得十几年前南斯拉夫有些国家要独立的时候发生惨烈的战争，用种族屠杀，但是英国始终站在人类文明的前列，他以理性文明的姿态迎接这个世界。和平的公投就是一种和平的选择，和平的方式，这种方式意味着彼此的尊重，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主张、不同的取向、不同的选择得到了最高度的尊重，所以英国始终站在世界文明的前列。嗯，好，待会我们再回头再来看公投作为一种政治形式的利弊。那么想再看看中国，因为我们知道这次中国是一直主张英国留在欧盟，那么这次公投的结果对于中国又会产生什么影响？各位点评一下，杨建立先生。我觉得所谓的中国在英国的利益，在欧盟的利益也不是那么清晰。当然，英国它在欧盟里面能够为中国起多大的作用，像美国也觉得英国会在欧盟里起很大的作用，这个都是不确定的。我觉得很多的利益啊，恐怕也都是虚幻的。为什么中国说要当时就是要求或者说要欢迎这个英国要留在欧盟呢？原因是我觉得有一个传统，也不能够说是这个谴责中国这时候有自己的利益一定要在里边讲这样的话，是因为有一个传统，大家都是劝和不劝分。劝和不劝分这个事情在和的事情上占有更多的这个好像是道义的这个立场。占有更多的政治正确，所以大家都是出来讲啊，要留在这儿不要分呢，是这样。除了这个以外，当然还有其他的经济细致的经济利益了。当然有一条，就是公投这个形式本身对中国来讲是非常刺激的。对，因为重大的公共议题怎么来解决，只有交付于民众去充分表达，才能够让输掉的一方这个臣服，然后才能够进行新的政策的这个实行。对啊，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种矛盾就会越积越深，就一直悬而未决。这个本身的这个形式对中国是有刺激的。另外，分这件事情对中国非常敏感，无论这次是不是从一个国家分出去，它只是从一个欧盟分出去，这个分这个事情如果产生连锁效应的话，会影响中国的所谓的这个版图的这个统一的这个趋势。你说到这点，我想再推进一步，就是东西方这个思维的不同。东方的文化主张是统，那么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它有一个独的这种思维方式，所以这中间好像也有一点哲学的不同。那么听听曹航先生的看法。对，刚才宁行你说的非常一个要点哈，东西方文化非常不同，就在这一点。你像美国吧，我们居住在美国，美国非常强调的不是总统的权利、白宫的权利，而是强调美国州的权利，州权很重要。你说美国50个州，翻成英文的话是50个国家的，美国联邦的。说这样的话是个，你像这个美国是站在英国思想家肩膀上的，英国洛克强说三大权利，美国的宪法、美国的独立宣言全部照搬了，人有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这个私有财产不可剥夺的权利，所以重大的问题必须通过公投来解决，人民体现这个自由选择的这个价值和人民决定这个权利，所以公投体现这两大价值的。今天中国政府当然恐惧了，你像那个苏格兰前年公投的话，中国就是反对啊，不支持啊，像那个魁北克一旦公投独立公投，中国也是恐惧的，为什么？他担心中国的西藏、新疆等等内部的人民要求自觉的声音吗？他恐惧这个。今天我们看看，重大的问题交给人民来决定才是个最合理的方式，要人民来选择。你像苏格兰前年公投了，结果独立没有成功，但是99%的英国人民都满意啊，包括苏格兰人民都满意，认为什么公投这种方式是合理的、相互尊重的，只有这种方式才能解决分歧、降低摩擦、解决这个国家统一的问题。嗯，好，张国先生，请您的评价。我觉得呢，这个中国的这个立场分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政治上，它确实是劝和不劝分，因为我们刚刚大家这个长青跟这个建立都提到了，这个中国自己担心。这个有分离主义的这个倾向，对吧？刚刚这个长青说到这个西藏、新疆，其实还有台湾，现在连香港都有这样的呼声。对，所以他担心这一点。这个政治上他一定是劝和不劝分，那经济上也是他重要的考量。为什么呢？因为在跟欧盟打交道的时候啊，这个声音太杂，声音太大。那中国现在呢，因为跟中英关系比较低，时间比较长，关系比较密切，所以很多中国的公司跑到英国去投资，从内部运作来，比这样呢跟这个整个欧盟的关系就比较顺畅。那这样子一脱欧，英国变成独立的国家了，他以前做铺垫的很多东西就没有用了。这方面有担心。好，陈伯公先生。
对中国来说，它表面上强调是经济上的一个影响，说中国政府是主张英国留在欧盟，他觉得中国正在通过英国把英国变成一个打通欧盟的一个渠道。另外，中国试图把英国，尤其是伦敦，变成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一个中心。所以说，英国离开欧盟的话，对中国的这种投资啊战略是一个重大打击。而且，这个中国的这个权贵啊，在英国这个2010年做了大量的投资和这个部署，这些钱有可能在经济上受到损失。但这只是一个表面上的原因。我觉得对中国政府来说，英国的公投让他感到非常的尴尬，因为同样是在处理统独问题，看英国是怎么处理的。我们看到加拿大，魁北克通过公投是决定留在加拿大，而那个苏格兰通过公投是留在英国，那么英国通过公投是脱离欧盟，也就是说通过公投统和独的可能都可能出现。但是不管是统和独，大家心服口服是人民的意志的体现，大家和衷共济的向前进，就是很社会取得一个和谐。但是中国处理的统独问题是通过暴力迫害，而且中国政府长期将独立诉求污名化、妖魔化。本来独立跟统一一样，都是只是一个诉求，只是一个主张，只是一个取向，就像人生活中有不同的取向一样。但中国把这个独立啊，什么台独、港独、疆独、藏独，长期污名化，把这个独在中文里面有个谐音，跟毒害的毒连接起来，好像这些独立诉求是毒害，说这个中国人谈独色变受到共产党的影响，而且共产党把这个毒啊说成是什么呢？数典忘祖，说成是汉奸卖国者，扣了很大的帽子，说中国人非常的害怕，战战兢兢，不仅不敢想念，谈都不敢谈。说但是看到这个英国这些做法，对，应该说是一个回敬。但是我要说的是，尽管共产党对那么多的独立诉求污名化，但是共产党有一种毒是真正应该是世人所不能容忍的，那就是共毒，共产党独裁。这个一党独裁它是真正的毒害，它真正的那个有毒的。就共产党，我说过，共产党是毒品，谁染上谁生病；共产党是毒草，谁沾上谁瘫倒；共产党是毒药，谁喝下谁疯掉。就像五毛党和自干部所表现的那样。好，我想我们再回到公投这个政治形势本身的一些更多的讨论哈。我们知道有的人认为呢，公投刚才杨建礼先生提到，就是把国家的重大决策交给全民来决定，是解决这个悬而未决的这个政治议题的最佳的一种方式。但是也有很多人说，公投激化对立、加剧分裂哈，是一种政治操弄，是一种政治操纵。那么这次英国的公投实际上也是确实加深了英国社会的这种对立情绪。那么我想请大家以这次英国公投为例，对于公投这种政治形势的利弊来做一些分析。杨建礼先生，先听听您的看法。公投它是一个集体决策的一个方式，任何集体决策的方式都没有完美的，公投也不完美。但是在一个社会中，总会有一些重大的公共议题需要决策，有时这个公共议题呢，分歧是非常激烈的。对啊，双方实际上这次也没有这个，双方都没有占绝对的多数。在这个时候怎么决策？你如果领导人说是，我就是不让民众充分的表达意见，我自己来决策的话，那输掉的一方肯定心有不服，而且它是激烈冲突，激烈冲突就说明双方的人数差不多，那将近一半的人或者一半以上的人会和你作对，这个社会就不会有稳定，就不会和谐。那只有让用公投的方式，把这个重大的分歧性非常大的议题交给民众做充分表达，然后进行决策，决策完了看似好像是一种分裂的形式，实际上决策完了大家心平气和的接受，包括这次输掉的一方的头，也就是他们的首相都臣服的这个这次的决定，而且他表态要为了这个新的脱欧的整个程序尽他最大的努力，让这个程序最好的能够实现。就虽然他自己的个人观点不赞同，但是他作为一个国家的领导人，他要服从这个民意。但是要是如果换过来呢，如果凯文龙一直压迫另外一个观点呢，那结局绝对不是这个样子。对对对，好的，曹长青先生。当然我觉得哈，关键就是看我们看着公投的方式，公投的方式就像美国民主和西方民主制度一样，民主制最大的好处它可以多次选举啊，这次领导人选错了，下次再改选呢，再有新的选举啊，它不断的选举，不断的修正，就说民主制度有纠正错误的能力。公投也是这样，这次公投错了，下次过几年可能英国人又要公投了，加入欧盟了。关键就像刚才破空说的，关键不在结果，而在这种形式，尊重民意的表达。而且今天我们看看这个英国这场公投的结果是符合这个整个世界潮流的。我们看联合国刚成立的时候多少个国家，51个成员国家啊，现在多少个？193个，差不多增加了4倍。说明什么？说明分离、独立、人民自觉、国家自觉，这是一个潮流，世界的潮流。第二个，我们看看上个世纪七十年代，
全世界民主国家多少个？才30个，现在多少个？130个，在过去40多年增加了100个，说明什么？民主是潮流，民主和这个国家独立公投，这都是一体的，都体现人民权利的。所以这次英国这次公投的结果，不仅向中国人民、向全世界，包括台湾人民释放一个非常清晰的信号，就是国家的前途必须人民决定，不是卡麦隆，不是习近平，也不是美国的奥巴马，是人民决定，人民用选票发出声音决定一切。好，我想关于公投呢，大家我想中国的观众和听众比较了解的可能是2年前苏格兰关于是否留在英国的这个公投。那么这次呢，英国的公投也是媒体报道的相当多。实际上欧洲呢是一个有相当多的公投传统的这个国家。那么刚才我们在纽约时报上大家提到节目前，欧洲已经多次很多国家都就各种相关国家重大议题进行过公投，包括是否承认比如说欧洲宪法等等这些重大议题都进行过公投。所以公投这种形式其实比我们很多人想象的可能要更普遍一些。公投实际上是民主的常态，就是在一些有争议性很大这个公共这个议题上，没有办法决定，政府不能带老百姓来做这个决定的时候，他不得不把它交付全民公决。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看到刚刚你有提到了，就是说公投这个方式它到底是这个很好的一个民主手段，还是一种这个政治操弄。我觉得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像英国，这个我们看得很明显，我们好几个这个朋友都已经提到了。就这次啊，这其实卡梅隆把这个脱欧还是留欧这个议题拿出来交付公投，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对，它是一场豪赌。那民主叫什么？叫愿赌服输。他今天赌了，输了，他就很这个很坦然的接受这个结果。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民主的一种风范。那有没有一些国家这个会出现就是说用公投来做文章？当然也有，比如说在新兴的民主国家里边，有的时候有议题争执不下的时候，有些政党可能会做一些政治这个操控。但是随着时间的这个推移，随着民主的成熟，这些国家也会步英国的后尘，把这个公投真正的作为一个这个民主的这个决定重大决策议题的方式。好，陈伯公先生，关于统和独啊，由这个如果统治者当权者来强加意志的话，恐怕事情刚好相反。我们看到香港就是这样，本来香港独立港独是不存在的一个概念，但是的确是共产党的这个威胁造成的。怎么讲呢？就说本来一国两制是连接中港地区的纽带，是桥梁，是维持两地的一个基石，但是共产党过于的去压缩这个两制的空间，而逼向一国，这个逼的结果就相反，就是港人产生了逆反心理，就走向了一国的反面，那就是独立。说这个港独纯粹是被共产党逼出来的一个东西，所以说那个名言呢，就说共产党是港独之父是成立的，尽管港独这么一种选择，但是共产党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以让大家看到一个深刻的教训。那么说到中华民族呢，中华民族有一种矛盾心理，中华民族有一个大一统的传统，就是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那么在大多数时期2000多年，中国是一个大一统的国家，所以大家习惯了这一点。但是中华民族呢，又是好内斗不团结，一盘散沙，跟这个统一观念相反。另外我们看中国的历史也可以看到，就中国历史，中国人并不是不能接受这个分治分离的这个现象。中国最辉煌的历史恰恰是分治的时候，比如说春秋战国七雄争霸，产生了无数的思想家，所有中国的思想家都是在那个时候产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包括今天还颂扬的孔子都是那个时代。如果孔子产生在大一统的秦朝，早就掉了脑袋，不要说他传播他的思想，他脑袋就掉了，到了共产的时代脑袋更掉。所以中国人是可以接受分治的。另外中国对三国时代是最褒扬，2000年历史中国传颂最多的是三国时代，三个时代魏蜀吴三分天下，中国人对此感到非常的兴奋，而且呢歌颂了其中无数的英雄人物。那么三国归晋之后，中国人反而深恶痛绝，司马集团厚黑集团创造了，后来中国人还产生个成语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司马昭集团后来那个统一了中国之后带来的是一个黑暗，那个竹林七贤的惨死就是一个例证。说三国时代为源远流长，说明中国人对统和合是可以理解的。中国人有句名言叫分久必合，合久必分。那么到了今天的时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和平，那就是公投，通过民主的文明的姿态来解决这些问题。英国是一个启发。我们知道这次公投之前反对的人，尤其是比如说美国或者欧洲的这个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就是这些所谓的学者分析人士，都反对的这个一个理由呢，说是英国如果脱欧的话，可能导致全球许多具有这个所谓分离倾
倾向的民族、少数族裔、现有国际或者区域组织中的成员呢，都可能受到这个鼓舞、受到启发，从而寻求出走。他们认为这样呢，会进一步引发这个国际秩序的不稳。我想听听各位，你觉得这种担心有没有道理？那么杨建立先生，我觉得这个担忧是没有道理的。我觉得可能现在这个社会离过婚的人很多，我自己也离过婚。这个离婚之前呢，感觉天要塌下来了，觉得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完了以后日子也没法过了，经济上也会受到很大的打击。但是离婚过了几年以后，发现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和以前的配偶维持一个良好的理性的互利的关系，然后有一个独立的人格，不是更好吗？经济上也没受损。所以呢，实际上大家很多担心还是把和的事情看作这个政治正确的更多一些。实际上呢，不是一家人硬捆在一起有很大的麻烦。我们就拿这个欧盟来讲，英国和希腊怎么能够放在一起？这个英国一个自由传统这么深厚的一个国家，和希腊这种左倾民粹主义，然后这个不断的高福利，左倾不断的我的政策加强，然后使得老百姓一种无赖流氓心态，就是说你借钱给你他就乱花，而且说你借钱给你，你不要这个要提条件，不要提条件，你要好，你要节省的花，那不行，为什么你要管我？我要借钱给你，我为什么不能告诉你要节省花？就这种民粹主义，这才是真正的民粹主义。英国的这次公投是自由主义，我认为是自由主义战胜民粹主义，它本来就不是一家人，你放在一起是不可能长久过日子的，还不如分成两家，然后两边维持一个良性的理性的互利的关系，岂不是更好？刚才说到中国在英国的利益，那英国这个人本身都不在乎他的经济这个结果，那中国的大公司，如果英国能够和欧盟建立一个良好的互惠关系的话，那大公司也不会受损。对，所以呢，我觉得很多都是虚幻的。待会儿我们再来谈经济。我想听听曹杨金先生的意见，就是刚才杨建立先生有一个观点，我想您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调查研究，就是欧盟本身确实是一个很难统合在一起，而强行被拉到一块儿的一个大的松散的这个组织。那么您的看法，您的观察？当然，欧盟的前身是经济共同体啊，是个经济联盟，后来变成了欧盟，变成个政治和经济联盟，加上了政治，现在28个成员，人口是5亿。那个除了中国和印度之外，全球最大的一个群体，而且它的这个年度的 GDP 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了18万亿，超过了美国的17万亿。那么欧盟主要的想法来自于欧洲，以法国、德国为代表的那种群体主义的想法，建立一个大政府。这个受到了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强烈的反对。撒切尔夫人大家知道是保守党、保守主义的一个代表性的领袖，而且是在英国评选20世纪最伟大的领袖，她第一名，丘吉尔第二名。撒切尔夫人强烈反对欧盟的想法，她认为欧盟是走向社会主义大锅饭。你看希腊这个例子很明显。另外，她认为建立欧盟可能是人类最愚蠢的一个举动。为什么？她认为欧盟的话，建立大家走福利道路了，不能各自为自己负责了。所以，这个撒切尔的想法跟美国的保守派的想法在一个思路上，强调人民的权利，强调个人对自己负责，强调小政府，强调减税，强调市场经济，而不是中央政府。那么，德国、法国这两个国家的文化传统知识分子向来有一种集体主义的倾向。你像法国大革命发明了断头台，拿破仑征伐杀害了无数的人，包括德国这一个国家发动了2次世界大战。所以法国和德国这两个国家在历史上是犯了重大错误的两个国家，它的和它的文化和它知识分子有关系的。所以法国、德国热衷欧盟，热衷建立一个布鲁塞尔总部为中心的中央式的群体主义的这么一个政府，它不能统合的。政治上28个国家各有政党，不同的政党左派右派上台，你怎么统合？第二，经济上28个国家有的人均收入像英国是4万美元，有的原东欧国家不到4000美元，你怎么统合？你像美国可以统合它50个州，但是美国统一的政府、统一的财政、统一的税率、统一的军事和外交，它可以成立一个国家。说美国如果奥巴马、如果希拉里或者美国的川普上台之后，异想天开成立一个美洲合众国，把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古巴全加进来，成立一个美洲共和国，能行吗？完全是乌托邦的。这根本的问题是个乌托邦的一个产物，被英国人民拒绝了。好的，这次啊，这个英国的公投很有趣的是，这个全世界这个大国的领袖，包括欧洲这些这个主要国家的领袖，通通都告这个在恐吓英国人民。对，哎呀，你们千万不能脱欧，以后天就要塌下来了。对，这个其实啊，在这样的这个压力下，英国人民还能够去这个勇敢的说我们要走，是吧？这是很不容易的。我觉得这个里边还有一个大的背景，就是说全球化这些年来啊，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议题。
这个全球化对大资本来说绝对是一个好的选择，但是对于有一些国家来讲真的不一定是最好的选择。嗯，而且他感觉好像已经走到最尽头了，他再走不下去了。嗯，这个我们其实常识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不管是 WTO 还是这个现在要谈的 TPP， 你看到哈，穷国和富国绑在一起的受益的一定是穷国。嗯，这个美国的制造业大家整天讲说把制造业的工作要把它这个拉回来，拉得回来吗？拉不回来的。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形下，这个老百姓啊确实有一种这个感觉，说对这个精英阶层，对这些所谓的政治领袖，对这种这个建制，这个有一种对体制哎、有一种这个反感、嗯、要反抗。英国的投票我们感觉到这一点，这个美国的川普现象同样也反映出了这一点。嗯，那个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议题影响到他们的切身利益，除了工作以外，像这个移民议题在欧洲很敏感，对，更不要说难民了。对，好的，陈伯公先生。我觉得这次这个公投呢，有很多人说到说这个强调了经济上的代价。事实上，任何事情都是一个过程。43年前英国加入欧盟是一个自然的过程，43年后英国脱离欧盟也是个自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都有经济问题要处理。加入欧盟的时候，当时也要付出代价；今天脱离欧盟也要付出代价。而且英国脱离欧盟是有两年的过渡期，就到实际有2年。在2年中，他进行一系列的谈判啊，跟各个国家去解决他们的经济问题。我想这些谈判本来就表现了人类的历程，人类就是这样，人类就是要有耐心，人类是一种高等动物，是一种走向文明的动物，它以后的问题都是要通过谈判来解决。说这些谈判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什么，就是铜也好毒也好，你这些问题迟早能解决，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说各国之所以反对啊，在这个劝告英国不要脱离欧盟，是出于一个很眼前的短视的一个考虑。我想最自然的选择还是最重要的。我想英国脱离欧盟呢，但跟中国的统独问题还不一样，中国的统独问题很多是政治问题，是这个统治者所带来的政治问题或者民族纠纷。但英国的问题啊，主要是经济问题和移民问题。因为这43年来，英国看到欧洲有越来越多的移民，甚至是非法移民，而且这些非法移民带来了恐怖主义的威胁，所以对英国本身构成了威胁。同时呢，带来了社会主义的负担。就整个欧盟统合28个国家，到了后来，东欧加进来之后，给英国一个感觉在吃大锅饭，英国被迫承担巨大的负担，甚至是把这个就业啊这些机会的分担出去。我想最后英国这个觉醒可使欧洲重新回到一个竞争的轨道，这种竞争恐怕对欧洲的重塑是有长远来说是有好处的。嗯，好的，因为时间不多，这个公投的议题呢，我想我们还是回到中国哈。刚才我们提到英国的公投，提到世界各地的一些其他的这个统独公投。那么我想问一个问题，很自然，就是会不会有那么一天呢，中国人也会接受以公投的方式来决定一个地区的去留或者是一个国家的重大的决策？那么以中国现在的这个程度，距离这天还有多远？请各位来点评一下，杨建立先生。对，最终必须走这条路，因为一个重大的议题，争议性非常大的。你一个政治领袖或者一个政治集团来决定的话，那让被压抑的一方绝对不可能臣服，不臣服的结果就会累积矛盾，最后会总的爆发，结果会更差。是中国人最终会学会民主的方式，而刚才臧先生讲了，公投是民主的一个常态，你必须接受它，必须学会去使用它。回到欧盟，欧盟的解体是必然的，因为它有几大问题。一个呢，就是说有这个统一的货币，但是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嗯，就是说你大家一起吃大锅饭，有的节俭，有的吃这个浪费，对，怎么能够过在一起？第二个是有统一的签证，没有统一的移民政策。这种非法移民，刚才这个破空你讲，造成了全都进去了。那另外一个是统一的市场，但是没有统一的防卫政策。当面临着恐怖主义的危机的时候，美国或者英国想做一些事情，受到其他国家的制肘、掣肘。那这个怎么能够进行？所以这样的联盟迟早要解体。对，说到防卫问题，我想提就是有一些美国的军事专家反而觉得英国脱欧以后和美国的合作会更为紧密，这当然是一种看法。对，我认为肯定是这样。对，好，听听曹恒先生的看法。当然我觉得这个英国，我们非常感谢英国，因为英国是引导世界思想潮流的。我们看看在中国宋朝的时候，英国就有大宪章了，限制君王的权力。在中国清朝开始的时候，英国就有了权力法案，限制这个君王的权力和强调司法公正。那个时候就决定了人民拥有枪支的权利。美国现在，你看美国国会昨天闹得很强烈、很激烈啊，关于枪支管制啊。那英国在清朝那个开始那个阶段，1688年的话就开始决定
人们拥有枪支的权利了，比美国宪法早了100年。说今天英国的三大权利，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权利，洛克这想法深刻影响了美国，影响了世界。包括今天我们能够用这个，我能用这个网络连线参加美国之音的节目，都要感谢英国，因为英国的工业革命发明了蒸汽机，才有了人类这个物质的文明和繁荣电力的底座，才有今天我们脸书啊、电脑啊、连这个微信呢、等等的发明，都和英国工业革命有相当的关系。英国的工业革命本质是想思想革命，才有人的想象性、创造力的发挥。所以今天英国的国家走在前面，这一次英国用公投，英国人民发出声音。你看看，你在全世界这个精英都反对啊，左派媒体都反对，不赞成啊。包括你这索罗斯那种疯子啊，投机家都反对啊。包括英国两大政党，执政党、在野党都反对的情况下，英国人民做出这样勇敢的决定，确实让人们值得佩服。向英国人民说一句，向英国人民致敬。好的。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现在啊，还是把公投看作是洪水猛兽。嗯，主要的原因，因为中国还没有民主化。我相信等到中国民主化的那一天，那公投也会成为民主的常态。如果台湾的今天实际上就是这个中国未来的一个影子。嗯，公投在台湾举行过啊。很多公投都没有过，那生活照样继续，对，是吧？这个大家有不同的观点，还是继续可以辩论。所以我觉得不是说中国人这对这个公投有免疫力，没有，对，他只是这个目前的体制还容不下公投。对，好的，陈伯鸿先生，有一句名言叫做"一时之争在于利，百年之争在于理"，通过利。暴力一时可以把统独的诉求压下去，但这不是长久之计。长久之计还是讲理。那么就像长青刚才所讲的一样，英国在历史上长期是个讲理的国家，它像没有出现法国大革命那种大恐怖，也没有出现德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屠杀犹太人那样的这种大恐怖。英国长期是讲理的，从大宪章到光荣革命到宪章运动，马克思在英国客居那么长时间，那英国是最成熟的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那些暴力主义的理论并没有影响英国，英国依然走在一个理性的和平的道路上。所以英国在解决它和周边国家的问题的时候，大多数是理性的一个方式。说培根有句名言，英国学者培根有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知识越多越丰富，思索越深邃越多，这对中国人是个启发。而且我们看到英国尽管独立，尽管说从欧盟脱出来，但是英联邦现在仍然有53个主权国家，而有16个国家奉英国女王为这个他们的国家元首，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这说明啊，以德服人，怀德治原，就说就叫做有德者得天下，无德者失天下。就英国以他的以德服人。他成就的是非常大的，而且这次公投中有趣的现象，就是苏格兰曾经主张脱离英国要独立，以西韦差票呢就是那个失败而留在英国，但是苏格兰这次公投中却是最主张留在欧盟的。苏格兰地区有62%的人主张留在那个欧盟，37%的人主张脱离欧盟。那么将来也可能由于这个原因，由于英国脱离欧盟的原因，苏格兰可能重新公投，决定是否留在英国。不管苏格兰公投之后究竟是什么结果，我想英国也会坦然接受。所以说，这个退一步进两步，英国的这种退是一种大度的表现。英国成就一个环球帝国，成为一个世界仰慕的一个皇室哈，这么一个英帝国，至今如此一个文明的帝国，我想跟他的做法，跟他文明的方向，站在文明的前列有很大的关系，这些值得我们中国人思考和借鉴。好的，有关英国公投决定离开欧盟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中国最近争议事件不断，为何指责外部势力卷入，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有人这样站出来，而能够因此能够产生带动的作用，我觉得这值得鼓励的。很多外国人觉得不是日本，而是中国改变的那个现状。你把真相至少要让大家知道。中国政府一直我觉得没有去重视。最坏的估计，目前看来，最多是擦枪走火。我觉得这个说的不对。
欢迎回到6月24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倪欣。中国当局最近在一连串引发争议的事件中，指责外部势力卷入，使得外部势力成为官方话语中曝光率最高的关键词之一。从铜锣湾书店风波到乌坎警民对峙，从玉林狗肉节争议到还没有出台的南海仲裁，中国处处指责外部势力在煽动、策划和导演。其实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所谓外部势力就成了中国在政治、经济和外交问题上屡试不爽的替罪羊。香港战中、股市崩盘、南海危机都成了当局加紧防范所谓外部势力、加强社会控制的理由。那么为何外部势力在中国官方语系中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当局什么样的思维定势？这些所谓外部势力到底都是谁？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这些问题。那么我想首先我们请从这个东莞的这个广东省占委市的这个乌坎村的这个事情啊来谈起。我们知道这次发生这个村民抗议和警民对峙，中国的官方媒体是说是外媒在当地煽动、策划和导演。我想听听陈伯公先生，从您看到的外部的情况，您觉得真实情况究竟是什么？这个说法是对因果关系和事情先后顺序的一个颠倒。中共所讲的外媒是具体指的是境外媒体，指的香港媒体，点名《苹果日报》说在煽动、在策动、在导演。但这个事情的先后顺序是什么？那是因为中共逮捕了这个乌坎村民选的村主任林祖銮之后，村民抗议要求释放林祖銮，跟发生了警民对峙，然后香港的记者和其他一些外国的记者、境外记者深入乌坎村去那个报道，而这个去的时候呢，受到了这个中国警察的这个拦截，中国警察采取的是封村、断水、断电、断粮，但是村民掩护了这些记者，村民让这些记者住在他们家里藏起来，说报道，村民说只有保护这些记者才能让我们的消息传出去，说村民跟记者在一起。我想中共为什么把这个原因归咎于外国记者，他的潜台词是不仅中国的媒体要信党，香港媒体也应该信党，台湾媒体要信党，各国的媒体都应该信党，最后由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天下，这才没有这个所谓的外部势力或者是敌对势力。嗯，我们再来看另一起中国当局指责外部势力迁入的一个事件，就是香港这个铜锣湾书店的这个店主林荣基，上个星期开口披露他铜锣湾书店五个人失踪案的内幕，那么讲到他自己8个月的经历哈。那么中国官方指责这是境外政治势力勾结香港反对派，在9月立法会选举前精心策划的政治阴谋。那么曹恒新先生，我想听听您对于这种说法，您有什么看法？当然中国当局这种说法不是偶然的，是一贯的，而且是中共建立政权之后一直用这种方法，什么外部势力啊、外国势力啊、敌对势力啊，来煽动这个不知道真相的一种国民的民主主义情绪，然后巩固他们的统治，那主要是树立假想敌嘛，外部势力就外部敌人，树立假想敌，这个方法是一贯的，而且不仅是中国，共产国家、专制国家基本都是这个方法。你像这个研究共产世界很有经验的非常知名的这个鲍威尔这个作家写了这个《动物农场》，这是个知名的典型的经典作品。他的《动物农场》就那些猪造反了，把人赶走了，猪建立这个猪司令来领导了，他们提出一个口号叫做四条腿是好的，两条腿是坏的，两条腿就是人是坏的，四条腿猪是好的，我们和外部是一个对立的。他用我们和他们这个内部和外部来掩盖回避了是和非、正确和错误，这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呀。今天你看，包括这个20多年前的天安门事件，89名共产党也是说呀，外国势力干涉呀，外国势力、外国记者怎么煽动啊？今天包括北韩呢、北朝鲜呢，还也用这种方法呀。嗯，北朝鲜城的15%的人都已经饿死了，还是用外部势力来煽动，来转移国内内部的视线。曹恒新，待会儿我们再回到国际话题。刚才还有一些观众已经在提出问题，我想听听我们回到铜锣湾事件，因为这个事情吵得非常大，在香港。那么从香港战中到今天这个铜锣湾书店事情，中国一直是指责外部势力的勾结。那么杨建立，我知道你也曾经被指责是外部势力在香港战中期间，你自己对这件事情，对铜锣湾书店这个曝光事件，你自己的个人观察是什么？对，刚才我还想到底谁是外部势力呢，后来我想我们可能都属于外部势力啊。对，那这个香港的事情呢是尤其严重，因为香港是一个特殊的地方，它是属于中国又不属于中国，国际上的这个各媒体政治力量都非常多的这个存在的一个地方，就使得更加敏感。而且我和香港的民主派接触的时候，我发现他们比中国大陆的民主派对这个问题更加敏感，对，就更加是不是和
境外势力接触啊，是不是敌对势力在支持，更加敏感，不愿意给中国政府不愿意一个口实，所以呢他们呢就尽量的不要和这个海外发生任何关系，来这个维持所谓的这个运动的纯洁性、纯洁性。这个正好是中了共产党的招了。实际上共产党呢，刚才长青也讲了，任何专制这个体制都需要外部敌人来维持他的政权。那么对于这个任何一个专制政权，它需要几件事情。第一呢，就是这个规避责任，因为你专制它肯定带来各种矛盾，这个民众抗议，那他不愿负责任，他就说不是我的责任，是别人指挥的，别人这个煽动的。第二呢，就是要这个转移矛盾，矛盾呢转移到外边去。那第三呢，提高身价，他说你看我们要崛起了，世界都对着我们来啊。那第三个呢，就是制造打击的理由，这种打击理由在中国和香港都起到作用，大家都有点害怕，然后就制造一种，最后呢制造一种紧张的情绪，让每个人呢尽量的不要和他对有帮助的，这是实际上是有利的正面的势力进行结合，然后造成这样的结局。说是任何的专制体制都会这样做，伪光正，伟大光荣正确，他就更加会这样做，那么不自信的伪光正呢更加会这样做。我觉得这个不自信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哈。这个刚刚长青跟这个建立讲的都很多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不自信。为什么呢？如果这个社会现在很和谐很稳定，他可能没必要要指责，他最多提醒要注意这个叫什么，这个境外势力啊，这个对我们做这个和平演变，因为过去这个从毛泽东年代就这样讲的。但是当社会出现不稳定问题的时候，他就会特别的这个警觉。为什么呢？因为共产党自己就是在境外势力的影响鼓动支持下，不仅成立了，而且成功的把这个国民政府给推翻了，所以他有这种这个背景在，心里就会有这种这个警觉，好听一点，这个讲的不好听就是一种害怕。好，我们知道其实不只是刚才我们提到政治议题，像香港的铜锣湾啊，或者是说乌坎这种政治议题，就是哪怕文化议题，我们知道比如说一年一度的这个广西的玉林狗肉节现在又登场哈，就是各国的媒体和民间都有很多反对的声音和抗议的声音。那么中国的这个环球时报就说呢，是西方媒体和各国的动物保护组织呢在试图改变中国的习俗，违背这个中国的人权。那么我想听听陈伯国现在对于环球时报这种说法，您觉得是不是有道理？我想那个广西玉林这个一年一度的狗肉节啊，是他当地的一个习俗，但是这个习俗呢确实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一个反感，因为狗是人类的朋友，是通人性的，那么狗是很多人这个家庭的宠物，现在越来越多中国人也养狗。如果看了这个人类的朋友，人类这么这个宠物啊，狗被屠杀甚至被喷吃，人们都感到很痛心，这个是没有国界的。我想韩国前几年他们有这个挂这个狗肉，开狗肉店挂狗肉牌子，也受到国际社会的批评。那么韩国的态度是什么？摘下那些这个卖狗肉的一些牌子，而且逐渐减少了这些屠杀狗肉的行为。那么韩国这么文明国家，它是不是说你外国要来干涉我、批评我、颠覆我？它是接受批评。另外像日本有杀海豚的习惯，他们杀海豚啊来食用，那么也受到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强烈的批评。那么我相信日本这个他以后这个习俗会相应的做一些改变，尽管他有一些辩护，但他绝对不说是什么外国势力、敌对势力要对我们进行什么颠覆干涉。另外这个环球时报提到广西玉林节的时候，说到什么维护人权，说这个广西玉林人有吃狗肉的人权，说这是人权的要义。那么我想这其他地方他不用人权，这个时候用人权，这叫哪壶不开提哪壶。那么实际上这个东西啊，不仅仅是人权的问题，还是个动物权的问题。就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比较熊猫是中国的保护动物，中国人都爱熊猫，如果说我们听说世界上有的人杀熊猫吃熊猫，中国人心里于心何甘？怎么想？中国人能不能站出来说话？我想只要是人类，任何人都可以站出来说话，对人权可以说话，对动物权可以说话，只要是文明的进程，不分国界不分省界都可以出来说话。好，常先生，您刚才提到哈，就是这个外部势力这个说法并不是中国所独有。那么正好呢，我们有一位网友叫网民是自由之光，那么他就提到，他就想问一下，就是外部势力这种说法是不是也被其他国家所用？那么我想听听您的分析和看法。当然我刚才说，不仅共产国家，包括北朝鲜都是这样哈，包括原来苏联，包括今天的中共政权，现在包括中东国家呀，你像那阿拉伯联盟22个成员，绝大多数都没有真正的民主选举，这些极端的伊斯兰主义的国家
基本也用这种方法呀，把这个自己国家内部的问题说成是外部势力造成的，而且说的更严重了，说外部两大魔鬼，一大一小两个魔鬼造成的。大魔鬼就是我们在的美国，小魔鬼就是以色列，是大小两个魔鬼造成了我们阿拉伯世界的困境。其真正阿拉伯世界的困境是他自己专制啊，没有选举啊，包括沙地阿拉伯呀、包括其他国家都没有选举，他们这个没有选举，国家垄断经济，而且剥夺人的基本权利。在有些穆斯林国家的话，女性开车都要判刑的。你这样的国家怎么还把什么外部势力了？但他们不承认他们政策的失败，不承认他们的专制，而把这个推到外部世界。包括在我们在这美洲啊，你看美洲现在有个国家都快垮台了，委内瑞拉。现在委内瑞拉连面粉都买不到了，纸巾都买不到了，都要凭票了，回到中国文革的时代了。为什么就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为查韦斯留下这个恶果。那这个国家他不说自己内部的问题，他说外部造成的，美国势力在颠覆我们，根本的是他自己在颠覆自己。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仅仅中国，而不仅仅是共产国家，是一切专制国家都要树立假想敌，一切专制国家都要煽动民主主义，因为民主主义是一切专制者的一个理论基础和煽动的方式。好的，我想我们再回到中国这个说法，民族主义，就是外部势力、境外势力、敌对势力，这些说法其实都是屡见不鲜，从毛泽东时代就开始，那么近年来越来越多还用的。他到底是中国的这个当局到底指的这些所谓敌对势力、外部势力到底指的什么东西？杨建立先生，您的看法？对，这个刚才长青讲到了《动物农庄》的作者Orwell， 对 ，Orwell 还另外一本更有名的书叫做《1984》。他在《1984》里边，当然他不是主要讲共产主义国家，他讲专制国家，再加上现代化造成了人们的生活被奴役。他里边讲得非常清楚，所有的专制国家、专制统治独裁者都需要外部敌人。来维持他的专制统治，这是一个通信。那回到中国，中国是什么是敌对势力呢？外部势力呢？我们看最近这二三十年来，实际上中国的道路是非常明确的，只有走普世价值为基础的民主化的道路，这个是没有其他选择。但是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共政权呢，就是不走这条路。他为了不走这条路，他用了一切的办法。来说明其他路是错误的，他这个路是正确的。只要和他维持政权相违背的所有的势力说法价值都可能会被他规划为敌对势力或外部敌对势力，所以这是一种规避责任的方法。那尤其是到了现在，中共看似非常强大，实际上非常的不自信，因为他在理论上已经没有办法自圆其说了。所以在这个时候，任何情况下出现任何情况，他这个使用这个外部势力、敌对势力的频率会逐渐的升高。未来你会看到更多更高的频率使用这个词汇。我想听听张华先生您的观察，就是中国政府现在使用这个外部势力，刚才曹恒基先生提到是一种煽动民族主义情绪的一种方式哈。那么你觉得中国的民众在听到中国政府这种说辞的时候，你觉得他们是对此是不是在一定程度上相信这种说法？中国民众对这种说法的这个态度和看法实际上是一直在演变中的。我相信在50年代，那个时候说这个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对，要这个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第三代、第四代身上，那个时候的中国人是相信的。到了这个60年代，苏修亡我之心不死，我想老百姓可能也是能接受的。这个等到改革开放以后，这个当这个当局继续说这个外部势力的时候，英国经历了文革，所以这个大家就会有个问号，这个觉得很多这个政府啊官方说出来的话，这个有些是不真实的，里边可能有些是谎话，老百姓会带一些问号。今天在互联网的年代，其实你到网上去看一看，当你说到外部势力、敌对势力的时候，很多网民是跟政府针锋相对的，说明了什么？说明了这种说法的效力越来越低了。我补充一点点啊，就是有些民众还会很害怕，因为他怕用这个罪名来受到打击。但是另外呢，有一些比较积极的维权的人，后来我们也有接触，问他外部势力的事情，他说我们现在终于明白了，外部势力就是好的势力，就是关心这个中国民众利益的势力。好，我想听听这个陈伯公先生的分析啊。我们知道习近平上台以来，刚才大家都说了，就是一直是这个外部势力这个说法越来越多，而且抵制西方价值观、抵制西方价值的这种趋势也越来越强，加强社会控制的趋势也越来越强哈，防范这个外部势力的这个势力。那么我想听听您的看法，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上台以后，你觉得在
加紧这方面的动作，尤其是与西方的这种敌意在加深，你觉得你是怎么看的这个事情？这说明啊，这个习近平深得毛泽东的精髓。毛泽东原来说过，阶级斗争一抓就灵，把什么问题都归于阶级斗争，归于阶级敌人，哪怕是他搞成经济崩溃，几千万人饿死啊，这个自我封闭国家都说成是阶级敌人。那么今天的这个习近平啊，或者中共后继人说这个什么都是敌对势力、外部势力，这是转移矛盾啊、转移视线的最佳方式。事实上，在中共在说外部势力的时候，首先就违背了他们给中国人民一贯灌输的辩证唯物法。这个根据他们的辩证唯物主义说，内因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第一位的，而外因是次要的，第二位的，起辅助作用的。外因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说他们在违背他们的辩证法。说中国人稍微有思考能力的人都知道这个说法站不住脚。而且中共在讲外部势力的时候讲的什么呢？范围越来越大，这个不仅说这个美国、欧洲这些民主力量是外部势力，甚至香港、近那个台湾都说是外部势力，甚至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不好说外国势力，说成境外势力。实际上，对香港来说，中共既然用了这个话说境外势力，对香港来说，共产党才是境外势力，共产党就是香港的外部势力，干涉一国两制，干涉一国两制的实施，说共产党是外部势力。那么，我们是一个逻辑顺序可以理一下。中共还有一个说法，说反华势力、敌对势力。那么究竟谁反华？反华就损害中国、损害中华民族、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我想了，他说的外国反华势力，实际上这些外国的反华势力是反共势力，他是帮助中国人民而批评中国共产党，实际上他是亲华势力，是帮助中国人民的。同样，中国国内的所谓反华势力，实际上是站在人民一边，站在独裁者的对立面，也是帮助中国人民的，实际上是爱国势力。说中国政府咒骂的是亲华势力和爱国势力，这证明中共自己站在中华民族的对立面，就他才是真正的敌对势力。他由于他结仇越来越多，内部什么又是名誉人士啊、法轮功、维权律师，家里头全都是敌对势力，范围越来越大，甚至微博大 V 都是敌对势力，外国也越来越大，周边国家全都是敌对势力。由于这个敌对势力越来越大，最后的一个逻辑的结果就是中国政府、中国共产党与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为敌，他是最大的敌对势力。嗯，好，我想听听，我们就假设中国的这个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哈，假设这样，那么我想从逻辑上和程序上来说，外国的所谓外国的势力，不管是媒体还是说其他外国的政府，对于中国的影响力和对于中国事务的支配度到底能大到多少？我们从这个逻辑的角度来分析一下，就这个说法有没有什么漏洞？我想听听曹阳金先生的看法。当然，你说外部的影响的话，不能决定中国的中南海的决策，完全不能达到的。但主要的影响是思想的影响，就像这个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说过，中国可以经济发展，中国可以出口电视机，但是中国不能出口电视节目。因为中国没有，它不能产生思想啊，它只能控制思想，而且控制思想非常拙劣的，用什么外部势力？今天我们看看什么叫外部势力，他一动不动就说你是反华。你任何把中共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最常用的一个句式就是党和人民、党和国家，把党和国家连到一起，把党和人民连到一起，构成一个暗示，党是代表多数人民的，这来剥夺人民的这个权利的。这今天你说外部势力，今天说外部主要是西方了，不是北朝鲜的势力啊，是主要是西方。西方代表说英国、美国代表这个文明啊，这个文明就是刚才我们谈的那个议题，英国公投体现出来的人民选择权利，共产党剥夺了14亿人民的选择权利啊，中国从来没有投票啊，更谈不上公投啊。说刚才你谈到宁鑫，你说什么时候中国有公投？没有民主就没有公投，首先结束共产党的统治，有了民主了才可能有公投，有了公投的话才可能有人民意见的选择，人民选择价值的体现。好的，对，这个有这个网上有个笑话啊，大家这个在一起聊天，说是哪个国家最排华呀？大家说罗列一下哪个国家最排华，不让中国人自由出入，不让中国人这个迁徙自由，不让中国人随便说话，不让这个让中国人交更多的税等等。这个是哪个国家？到最后一想是中国，所以这个是，所以呢很玩笑的一句话了。但是呢，站在国际的立场上，中国是最大的一个外部势力。你知道中国政府每年向外要用100亿来进行大外宣，它才是不折不扣的一种这个外部势力。但问题是，为什么他花了这么多钱没有煽动美国的民众来颠覆他自己的政权呢？为什么中国人外部势力一煽动就要起来抗议呢？所以这个问题也是非常值得玩味的。好，张国华先生。我是觉得说这个，其实中国很多这个事情啊，这个抗争啊、抗议啊，每年大概有8万到10万起。嗯。
这都是这个外部势力去煽动的话，这个外部势力要多大，要多少人呢？对，这个建立我知道他是这个我煽动了很久，一期都没有煽动起来。啊，这个有点可笑。这个我觉得还是这个执政者啊，当政者啊，对自己缺乏信心。其实呢，这个你就开放国门，让大家来煽动。嗯，如果你的国民很轻易被人家煽动走了，那你太没本事了，那你不该治理这个国家，对不对？换一个角度看，中国今天能发展，这个中国经济能够起飞，什么原因啊？通通都是外部势力的帮助啊！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今天大家讲起来都是讲改革开放之后怎么样，对不对？那改革开放以后，就是因为跟国际接轨，接受外国势力的这个影响和协助，你才发展起来的，对不对？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最大的问题还是一个信心问题。对，所以很多人对于习近平现在这个抵制外部势力这个做法是很担心的，实际上对于中国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好的影响。好，最后听陈破公先生您的看法。我想呢，这个中国政府把中国出现的问题都归咎于外部势力、敌对势力，中国有问题都是外国人惹的祸，外国势力惹的祸。他实际上在不断地给中国人灌输一种奴化思想，就中国人，包括到中国大陆的，还有香港的、台湾的这个，包括这个西藏的、新疆的，他就说，你们都是臣民，你们都是顺民，你们生来就是奴才，你们怎么可能想到来批评中国政府呢？怎么想到来抗议啊、造反啊、革命呢？你们一定是受了外国人的指使，拿了外国人的钱财来执行外国人的阴谋。况且你们的智商比外国人低啊，你们不可能想到来批评政府。如果外国人没有叫你这么干，你会这么干吗？说这是对中国人的贬低，中国人的歧视，这是继续歧视中华民族的表现。就像江泽民所表现一样，哎呀，人家美国记者华莱士怎么怎么样，我跟他谈话谈笑风生，你们香港记者、台湾记者算老几啊？华莱士比你们高多了，美国记者比你们高多了。说中国共产党的人有深深的歧视，骨子里啊对中华民族深刻的歧视，看不起他把中国人当成十足的奴才。说我想那个去年那个股票啊，这个出现灾难的时候，中国还指控这个外国势力说，万国的外国势力做空中国股票，甚至那个报纸上还发表一句话，一个所谓专家的话说，他们是冲着五星红旗而来的。说这些话，我想了文革语言，文革当时就说什么都是阶级斗争，什么都是阶级敌人。后来文革之后放一些电影，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哄堂大笑。我想再过上一些年，把今天的故事拍成电影，未来的中国人也会哄堂大笑。就说中国的股市最后查出是什么呢？查出证监会有问题，查出上海的有问题。敌人不在外部，而在内部，不是外部做空，而是内部做空。外国资本在中国的市场只占1.4%，怎么去做空中国的股市？说这些所有的这些呢，是找借口，给自己找台阶下，就自己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就把中国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外国。这于外国，这是所有独裁政权的一贯例子。最近委内瑞拉也在搞这个例子，把委内瑞拉的经济灾难归咎于外国的阴谋。好的，曹长青先生，您还对这个话题还有什么最后的评论？一点说法哈，我今天看中国现在，你看说外部势力啊，外部什么？今天关键的问题就是专制嘛。今天我们看，恰恰中国人需要是外部的思想，英国这个公投体现的人民权利思想，尤其是中国对岸的台湾发展变化。从1996年台湾可以第一次总统直选，到现在整整20年，台湾选了20年，台湾以中国文化的背景，怎么可以选举啊？平和的选举啊？这次选了女性的总统，而是3次政党和平轮替。那个蔡英文总统正在过境美国，到那加拿大。到那个巴拿马访问，说这些都给中国人强烈的启示，我们中国14亿人民不是像破公说的被共产党认为歧视成奴隶，需要独立的思考，需要接受外部的台湾的这个英国的这种人民选择这种思想，结束这个专制，在中国再不再有什么外部势力，真正人民当家做主，这是中国唯一的希望和前途。好，张国华先生短评30秒钟时间。我觉得这个中国政府啊，他在这个民主的道路上这一步啊，一定要迈得出去。如果迈不出去，会出现很多很多的问题，有些呢会出一些笑话。其实所谓这个境外势力啊、敌对势力啊，这个前面这个破空讲得很清楚，英国颠倒了嘛，很多事情不是这个先有了这个境外的势力，然后才有了这个事端，你先出事了。然后媒体报道是他们的职责，所以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这个中国政府啊，还真的是要有点这个自信。嗯，杨建林先生，半分钟时间。归结一句话，鞋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那你得让脚说话，对吧？那在中国，尤其是在这个面临着政府的强压之下，任何的抗议活动、公开的发言都会有很大的危险。这时候你说随便一个人去煽动他这样做，是完全没有逻辑的。
是站不住脚的。实际上中国政府应该内看自己内部，要找自己的问题，这才是正确的道路。就是中国政府实际上对自己这个说法，他自己本身也是不信的，他不信，只是一种对于民意的这 一种对于民意的推脱。对，好的，说一句话可以吗？一句话，请讲一句话。好的，中国政府向世界各国派遣了大量的记者和媒体，如果按照中国政府的结论，这些媒体记者都在起一个煽动策动干涉别国内政的作用，那中国政府是干得最起劲的，因为他是单方面向外国派出了很多，而外国进入中国的记者却是相对有限的。但是一件也没有干成大外宣。而且对，我知道外国记者进入中国现在签证方面非常受限制。好的，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我们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我们的几位嘉宾杨建立、张国华、曹长青和陈伯公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嘉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并提出建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个星期五再会。